早上好，起床，干活喽。乌漆嘛黑的，穿了大外套，加油加油！天气冷哦，早上，早晚温差大。电动车在这呢，就这样。三，哎呀，成功退出。哎呀，挺冷的。准备开工干活了，开工前喝一碗这个老姜黑糖水，暖暖身体。早上太冷了，开电动车真的好大风啊。待会做完雪花酥牛轧糖，我再去阿婷那里干活。桌子铺上保鲜膜，仓库这里忙完了，现在去阿婷那里继续做粽子和糯米鸡这些。待会我要去找杨洋，我们两个今天主要呢就是练习一下无人机。我跟阿龙说了，借用一下，然后杨洋他买了一个教程，专门去找那些就是专业的一些师傅学习了一下这个教程，他大概略懂怎么用了。妈妈已经打好米糊，在洗那个破壁机。其实我们没有放弃过要找水果的，只是上次看了那一个山药干哈，因为觉得那个水果达不到我们预期内的，我们呢就想着要找其他的一些水果嘛。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到时候会航拍，学习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把那些就是果园整体的这个航拍的那个视频可以拍下来记录下来了。妈妈也出去散步是吧？买菜，去买菜。那刚好了，一起下去了。这个无人机背包背着挺方便的哦。走了，妈妈。那我就出去了，妈妈。啊，杨洋已经过来了。
他把这个无人机背起来了。我们过来吃早餐，吃饱待会研究一下无人机啊、哦。买的教程哦，你哦。现在研究一下这个无人机，它里面有条线的，看到没有？这个线。对，里面。拿出来吗？对，你拿出来。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学这些东西，就像能力差一点，就像男孩子去选那个口红那么感觉。我也不懂，平时我弟他在用，我都没有学习过。如果是女孩子学这些东西，太为难女孩子，没有天赋，没办法。是哦。我跟杨洋已经吃饱早餐了，现在我们两个呢要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一下这一个无人机哦，练习熟悉起来。然后很快下周呢，杨洋说我们就要接着要去看这一个柑橘了，去看看水果，其他的一些水果，因为考察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呢要早点过去。现在我们把这个无人机放在空旷中间的位置这里，现在我们还要看一下教程，要问一下他师傅。还不会起飞哦，我们还有个保护罩没有拆下来哦。好傻哦，那个保护罩是吧？对，它就可以转嘛。哦，那移了又看不到前面了。我的手机内存满满了、长安，那不就是了吗？现在，哎呀妈呀，那么复杂的呀。有手感，哇！你看像是按哪个键？它显示可以起飞了，而且也拍得到我们的脚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按哪个、啊。请留意反已经飞起来了。对，我们就练这种就好了。对。哦，它就像我这样，但是它还是不够高哎，我能不能更高点？对，就是比较矮哈。已经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哇！感觉又不一样了。慢慢来才行，风有点大，还是有点害怕的。看到你了，看到我了是吧？无人机还蛮耗电的哦。我们在这里两个人互相练习一下，学习一下这个无人机。不过也蛮开心的哈，练习这个也让我们学到挺多东西的。有那个红色警告是什么意思？红色警告是不是要下来要没电了呀？不是，我们还有电，它是有什么原因吗？你要问一下师傅吧。对，我们现在要不要返航？返下来？你知道怎么返航吗？哦，点这个也是可以喽。它有显示哦，对，降落，它有显示。那、我们走远一点。走远一丢丢。降落。啊，降落了。